那日子虽然去，国开已经无共时，歇那路途转去，国花已经无。着心意等春天，不愿青春通枉费，白白屈袖变孤寂，香花无香味，香花也无红艳事。你干的好事，你说你说你说啊！你不能把我糊涂听成这样子。是我怎么样？啊，是你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八字糊是我改运用的，现八字少了一撇，我还发什么发啊？你不但破了我的相，还破了我的运。你说，我的运破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就是要破你的运，免得你欺骗我，在我背后搞女人。你在糊涂什么东西啊？我搞什么女人啊？莫名其妙，我像是个有外遇的男人吗？啊！反正我现在怎么说你都不会承认的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证据。嗯，现在请你离开这个房间，我不想跟你睡同一张床。你搞清楚，这个房间也是我的，为什么你不离开，要我离开啊？好，你不离开，我走可以吧？师妹，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，不讲理，再不讲理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要怎么样？打我骂我，还是把我给杀了，好让你跟那野女人在一起。我又野女人？哪个野女人？你说清楚了。你不要再演戏了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我演什么戏啊？你现在给我说清楚，我哪有野女人？叫什么名字？你说说。那还行啊，俺是长期报名，你这从前就爱这种样，俺是纯白毛，大概苦耐心，是吧？你够酷的哦，八字五少了一撇，酷呆了。酷你的头，酷。好吧，你来评评理看。我外面根本就没女人，他非说我有野女人，一直跟我吵，不是无理取闹吗？你叫我怎么不生气啊？哎呀，你快吧，你快吧，乖乖追究啊！好好，我留八字胡是要改运的，他给我挂到一边呢，那不让我硬推吗？哎，我硬推对你好处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莫名其妙，家伙还是硬了，你两个都木人当正啊，还过来逼你那身，这个啊，这是刚刚啊，再说了，爸，俺叫你去推你的，你推了，去了，告诉你。你莫名其妙，我看你有神经病哟！哦，你那没路来路不习惯。阿爸，这里啊，我来了，赶快找你。阿爸，你被冲下面啊？我会给你改运的。这边最近我爱给你挂起来。爸，你是改什么运？我胡子剃了一遍，已经就碎了。你两边都剃了，那不是碎到底了？你下面我别开班了。下面听讲哦，摔破摔你就袂摔了。真好真好，你大家看看嘛。爹爸，你现在真的是眉清目秀啊。这个人像，不但真清幽了，哦，这面中嘛，你看爱明明明，满面春风。我保证你哦，不但要行过无头路，而且还会万事如意啊。阿爸。我都无退休，感觉都无清苦呢。哇，我人看了了，感觉凉凉的。虽然讲哦，一个人有三分运来七分命，
但是恁袂用个受气伤心呢。我甲恁讲，从今以后啊，恁两个千万袂用个搁再冤家，有听无？哎呦，阿爸，那是伊。卡打完了吗？经理啊，你疯了？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别说了，一边呢是我太太刮的，一边是我岳父刮的。哎呦，什么？经理啊，我好不容易最近才把你改运呢，你怎么一下子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个经理啊，你要知道，你最近麻烦事可真不少啊！你看，那恢复到以前那个衰样子，我看你大祸是要临头了。我管不了这么多。对了，我问你，我儿子呢？你儿子啊？早上没去接他，不得已送来公司了。啊？你带着公司来？那万一公司同仁知道我外面有个私生子，那谁还会尊敬我？再说老总要知道的话，不给我记大过，也给我免职。你是干嘛？你故意过不去的？放心，今天是周末，而且啊。老总一大早就到新竹去出差了，下班以前是赶不回来的，所以呢才把你宝贝儿子带来。哎，经理啊，我这样做算不算忠心耿耿？两肋插刀。谢了谢了。哎，那我儿子现在呢？在会议室里面。谢谢啊。Lee is a orange, is a what? No, is a what? 燕才。爸爸，你来上班啦。对不起啊，我早上有事没去接你。爸爸，你今天好帅哦。帅？是啊，我觉得你现在没有胡子，穿的衣服又好看，就像我那些同学的父亲一样。真的？那好，爸爸以后就穿这类的衣服。好了，你乖在这里读书了，爸爸去上班，不要乱跑。什么呀？你快，你抬身脸瞎了？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来丢，不会抢。来，宝玉啊，啊，你做干么？哎呦，淑梅啊，抬身啊，看有查某，已经很明显了啦。啊，你不能软弱哦，不然到最后吼，你哪会跟我们要求王长官哦？哎呦，给你放山的，啊，你到时要搞，你都无目屎哦。哎呦，淑梅啊，咱今日一定要按伊要跟迄个查某的相在一起，啊，你唔才有进步啊。哎。家啦，大家在吗？喂，张台生，是，我是。啊，慧慧怎么样？啊，猜什么？念台的很乖，没事的。哎，你妈妈想看她。好好好，马上马上。OK， 拜拜。念台，阿姨打电话来说外婆想看看你。真的？外婆对我最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？下班就去。哎呦，好哎，下班就去。那我今天下午中午可以放个假，出去 happy happy 啦。又住进家。经理好，你好。蔡经理，我刚从新竹赶回来。是。新竹一家新的百货公司，我已经谈好了，在大楼最显眼的地方，我们设了一个专柜。下个礼拜一你要带人下去，好好设计一下。是，总经理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，全力以赴。总经理，你们俩有毛病啊？站那么紧干嘛？哦，我们站这么紧是……站那么紧是因为我们在商量一个秘密的广告计划，怕大家偷听啊，所以呢，一定要靠得很紧。那很好，公司就指望你们了。哎，谢谢总经理，谢谢总经理。厕所别去，这孩子谁的？报总理，这他是这就厉害了，他是这广告公司派来的小孩模特啊，模特啊，说清楚点。是啊，怎么老讲不清楚？啊，是这样，总经理，
这广告公司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找一个小男孩来代替小女孩，要反串了，就好比是《霸王别姬》里面的张国荣啊，这个反串之后呢，就可以凸显本公司口红的这项特色。来，你看，总经理，这个小孩长得是多么的清秀啊，这一反串起来呢，肯定是非常的漂亮。吴秋山，你当我是白痴啊？啊，你这话骗谁？你欺骗长官，我记你一个大过。下礼拜一，你给我调去台中管专柜。啊、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我经理，我这次真的被你害惨了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你进来干嘛？出去。我想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向你坦白一切。坦白什么？我坦白告诉总经理，我吴秋山是个对长官忠心耿耿的人。我今天会骗总经理，完全是为了保护我的长官。你的长官？你是说张经理吗？这是朋友之意，我不能明说。不过我相信总经理心里应该很明白。好，你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总经理，这小孩啊，是我长官外面的私生子啊。这小孩的母亲一个月前出车祸死掉了，可是对方却把小孩子交给我的长官。可你要知道，我的长官呢也是有妻小的人呐、啊。他太太要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话，一定会起家庭革命的嘛。我吴秋山是对长官忠心耿耿的人，所以才会答应他照顾这个小孩啊。而且总经理，我这一次完全是为了长官受罪啊，希望总经理能够看到我为长官忠心、为朋友经营的这个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，不要调我去台中。这么说起来，你倒是一个蛮讲义气的人。我本来就是讲义气的人啊，就像总经理是我的长官，我一样会对你忠心耿耿的。你说这话我很感动，不过我还是要查明你说的是不是实话。这，报总经理，不用查了，秋山说的话都是实话，他替我在背黑锅的，希望总经理不要处罚他，不要调他到台中去上班。经理，我这次没出卖你的，我连你的名字提都没提一下。秋山，没关系，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好，那事情也明朗了，秋山。我也不再责怪你了。谢谢总经理。不过张经理，你个人的私生活我是管不着，你把孩子带来公司，这不可原谅，我记你一个小过。你服气吗？服气。好，你马上把那孩子带走，不要影响同仁工作的情绪。是总经理。哎，总经理怎么了？你出去。十二月嘛要下班了呢，目睭不要紧哦，能够抬升酸度的。怎么回事？你家是小孩哎。你还好吧？没给你添麻烦。哎呦，挑事哦！苏伟啊，你看，不但有仔哦，你囝就大汉了啦。念台真是个好孩子，又规矩又懂事，谢谢你把他教得这么好。不是我，是他妈妈教的。念台，跟爸爸说再见，他们要起来骂哦。爸爸再见。再见，乖。阿妹，你也坚强，你看，这把仔都坚强了哦，都给你抓到啦。想外边去吧啦，我带你来跟伊耍笑，行啦，不会啦，我不会再看到伊啊。想要讲，伊真是欺骗我遐侪年，我，小妹，你唔通安尼就放伊耍，啊不伊会软土真骨啦。免惊，我给你讲，行啦，行啦，哎呦，行啦。你咪呀，哎呦。慧慧，我太太来了。待会儿你看我的脸色行事，知道吧？念台，你待会儿不要再叫我爸爸，知不知道？哦，念台，你叫台生啊！你好大胆！淑美，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？台生，这女人跟这小孩是谁呀？啊？哦，她叫陈慧慧，她是她的儿子。我是问你，他们跟你什么关系？
哎，秋生，你快一点吧，你待在这儿等你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张总，省委，你不要误会啊，这位秦小姐呢是他的前妻，那这个是他们的儿子。啊，哎，秋生，你怎么下来这么慢呢？还要等你好久。哦，是这样，因为上面有事情耽搁了，所以现在才赶下来。啊，是吗？是你动作也太慢了，你差点把我害惨了。我送你儿子给你的前妻，那淑美还以为他们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啊，啊，大嫂，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啊！慧慧啊，她真是我的前妻啊。哼，每个礼拜六早上，她都带我儿子来跟我共度周末。今天呢，是因为上面呢有事情耽搁了，所以先请经理带着我儿子来跟我前妻来见面。淑美，你现在应该相信我了吧？张台生，我才不相信你嘞！你，大嫂，不瞒你们说，当年我和魏慧实在太年轻了，所以离婚之后这件事情也没有告诉别人。但是今天造成你夫妇之间这样大的误会，我感到十分的抱歉。经理啊，我对不起你啊。你不要这么说。哎，秋山，其实没什么。哎，再说为属下两肋插刀也是应该的嘛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人家说我这个经理干的是一点担待都没有。大嫂，经理爱你这样深，他怎么可能背着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？您不要再怀疑他了，好吧？哦，那我要先走了。啊，好，再见再见。儿子，慧慧，你走吧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张伯伯，两位阿姨，再见。哦，乖，再见再见。哦，蛮可爱的。哎，淑美啊，没事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宝玉，走，回家。哎，淑美，你不坐我的车回去啊？淑美。不清醒，不得不甘心，你的爱空空无凭。小妹啊，啊是安怎？什么人把你欺负？无啦，阿爸，无代志啦。你去吃饭啦！啊，看你安尼，哪会讲无啦？无叫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哎呦，阿姨桑啊，最近大生啊吼，定咧嘛变秀美啊！吼，阮今日两个去公司吼，看到伊吼，甲一个查某，啊，搁牵一个囡仔，甲一家啊，你知无？哈？啊，台生伫外面有查某？对啊。哈？但是大条了，小安子，这是县市级的儿童不宜，走，带你进去。秀美啊！不要跟你讲的，敢操心的心。阿爸，我是袂当确定迄查某甲台生到底有啥物关系啦。也毋过吼，我知影台生吼一定有代志在骗我。啊，你家己亲目睭看到，啊，家己讲唔敢确定，啊，是毋是？你目睭瞄一下嘛，知影。阿爸，我爸回来啊。台生啊，嘿，刚才秀美啊，跟这个宝玉吼。哎，说你外面有女人，有了孩子，你坦白说，真的有这个事情吗？阿爸，我哪可能做对不起淑美的代志啦？我甲秋山还解释过，伊若是不爱相信我，我哪有法度？我当然不相信你啊！对呀、啊，明明就是你说谎骗人啊！啊，你点点啦，我跟你讲，对嘛？爸爸，今天这个事情啊，我真的是替秋山啊在瞒大家了。因为秋山他在11年前结的婚嘛，所以他儿子就有10岁这么大。10年前我跟淑美刚结婚，怎么可能就有外遇啊？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就歹讲的啦，即卖大波人哦，都一个唔相差打相折。啊好啊，唔通安尼乌白讲啦。刚才是讲你着爱看伊两个翁仔某离婚，啊家庭来破裂，你才会欢喜。啊，以后。卖管人的囡仔事啦！哎呦，我是一片好意呢，啊，唔好心给人占，我是有够衰啦！啊，转去啦，转去啦！哎呦，啊、小弟啊，啊，这个保养吼，现在三个拢是废的人啊，你以后吼，
千万唔通受到伊的影响。哎，来，翁阿婆感情拍歹去就唔好。阿爸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嘛知影这件代志哦是无啥可能啦。也毋过吼，台生吼最近拢怪怪，我嘛毋知影是毋是应该爱相信。啊？准备。准备。哎，你人就是这样。放心，你真的没有做错事。爸爸一定支持你的。阿爸，就你了解我，多谢你，阿爸。苏妹啊，我知影你足爱恁娘的啦。哎，我无爱讲你闹到离婚的地步。不过你这个代志大条啊，你要哭你都无目屎。哎，我到底是要怎做？要怎做？老板法跟踪，但这摆吼不但要跟踪台生，那么还跟踪秋山呢？跟踪秋山是什么？嗯，啊，伊唔是讲要跟警部跟因家去度周末，啊，若跟踪伊哦，你就知讲伊中头讲的话是唔正经的啊。有道理哦，卡苏秋山在骗我，那呢，台生嘛是在欺骗我。哼哼，对了，你有想通啊哈？恁干那两个人尔，我也不要塞车啦，是要安那跟踪秋山甲台生啦？咱那阁有一个人会使用啊？啥？林秋伫正义啊，伊会使骑奥多拜啊，伊会使替咱去跟踪秋山啊？是啊，你要叫我去做私家侦探？哎，你是为恁大姐好呢，啊你唔肯哦？唔是唔肯啦，只是爱自信。子弟莫若姐，那是阿姐较了解我，最近我把拢无话收回，你敢知啊？我拢给要吓死。办好，再搁给你两千啦。是啊，这五千块。哎，啊，你是咧为恁大姐呢？啊，你又是咧做生意哦？啊，搁要我给，你把我差不多的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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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迄个意思嘛，做就是。端爸爸，该你了啦。哦，该我啦。妈，你专心点呐，你还可以做好几步哦，你看哦。端端端端，真的，对不起，爸都没注意看。爸爸，嗯，你要跟我们小小伙伴结婚呐？小丸子，不要胡说八道，爸爸怎么跟妈妈离婚呢？我接。喂，请问你要找哪一位？哎，小丸子啊，我这是秋山叔叔啊，找爸爸听电话。哦，爸，是秋山叔叔哦。哦。喂，秋山啊，哈哈，你不是跟你的前妻和你儿子去度周末了吗？怎么回来了啊？经理啊，陈慧慧小姐啊，把你儿子带回来了。她说啊，还有话跟你讲，赶快想办法过来吧。什么？你前妻跟你儿子回去了？啊哈，打高尔夫球啊？哎呀，不行呐、啊，因为我今天答应小丸子陪她，所以我不能去。哎。我的经理大菩萨，请你普渡一下我这个小小的部下好不好啊？今天下午已经被你害得不能出门了，哎，等你儿子回来，你又说不能来陪他，你叫我怎么出去跟女朋友约会吧？经理啊，求求你救救我，赶快来！喂喂喂喂，你说今天那个高尔夫球练习场有比赛啊？哦，真的，前三名还有奖金，10000块，这太好了嘛！哎，是啊，那不去是太可惜了嘛！哈哈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师妹，秋山打电话来，他说现在那个什么，哎，高尔夫球练习场现在举行比赛呀、啊，哎，这个不但那个可以运动，而且还有奖金啊！你看这不去是不是很可惜呢？是啊，我看我就不要去好啊。啊不不不，只要是正当的运动，当然可以去啊！去。我可以去啊，去，淑梅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真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得奖金回来，我也给你买很多很多东西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换运动服了啊。爸爸，最赖皮了，棋都没有下完，你就要走了。小丸子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爸爸去运动完以后，马上回来陪你好好玩跳棋，好不好？嗯。
没有，安总。他现在要跟秋山去打高尔夫球了。啊，你这边带一位哈，我带你。咱家里一点点也辛苦了。解释清楚了，怎么会骂我呢？张大哥，真的没事的吗？没事了，要不然我现在怎么可能出来呢？我实在有点不太相信大嫂会这样容易受骗了、啊。不过你既然说没事，那是最好啊。不过我拜托你经理啊，以后别玩这种花样，免得破坏我的名誉。好。哎，慧慧啊，秋山电话里面告诉我说你有事找我，什么事儿？不是这样，今天我整理行李了，才发现那天大电台来忘拿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姐过世以后，我整理她的遗物，发现了这个礼盒。哦，当我打开看了之后，才知道是她要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还有一张卡片。台生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这条领带是我特别挑选送给你的，表示我的爱。希望这条领带能再系上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爱你的慧英，1975年1月25日。75年，那不是11年前的事吗？怎么会呢？这一天刚好是我跟淑美结婚的日子，淑美特别挑我的生日来结婚呢。没错，自从你跟我姐吵架离开之后，我姐一直很难过。为了能跟你和好，她特地选了这个日子，买了礼物要去送给你。看到你们家正在办喜事，才知道你结了婚，所以她就很难过了回来，再也没有跟你联络。是不是就现在勾引阿公外遇哦？阿公不能玩。好了，天台，阿姨要走了，你要听爸爸的话，知道吗？阿姨，你放心，我最爱爸爸了，当然会听他的话。好，谢谢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沈毅。你不要跑！不要站住！你站住！站！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跑！
站住！你干嘛？哪里跑？抓住他了！哎，哥，弟，你说你是不是警察跟踪我的？你把这照片给我，你今天给我你姐夫啊！你够搞哦！在外面生个小孩已经长那么大了，居然可以瞒姐姐瞒到现在哈！那是秋山的儿子，我是他干爹，他当然叫我爸爸了。哎，嗯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姐夫，你当我是白痴啊？我才不会被你给骗呢。哎呀，一哥，这个你姐夫呢一向对你不错的，所以这一次啊，你找找你姐夫吧，因为照片呢不要交给你姐姐。这件事情呢，也不要讲出去。OK， 这怎么行啊？这么做我会对不起我姐姐的。正义，哎，正义，平常我们两个就像亲兄弟一样，这次你帮我的忙，以后我就会帮你的。姐夫，那我也老实告诉你好了啦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想破坏你和姐姐之间的婚姻啦。就是。只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一向对朋友都是很有义气，对部署呢也是相当的提拔。那。我是你的小舅子嘛，当然希望你能够多多的提拔，多多的照顾啦。那当然，提拔是不敢当了，照顾是应该的。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在你大学没有毕业以前，每个月给你3000块的零用钱，怎么样？3000块？5000？6000？6000？好吧，我答应你，6000就6000。那把底片还我！你底片还我，你还我！不行啊，那我底片还你的话，那我每个月6000块零用钱不就泡汤了？你要信任我吗？你要还我吗？你这个底片留着，万一姐发现那个照片，我就全毁了。你还我，还我！不，你还我，还你！打！姐夫，你放心啦！啊，我每个月有6000块这么好的事情，我怎么会把照片交给姐姐呢？真的？那我信任你。不过你要藏好啊。慧慧，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哦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还不能走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我的大姐夫，你用你的脑袋想一下嘛。姐姐叫我出来跟踪吴大哥，哎，那我应该拍吴大哥跟这对母子的照片，好回去交差啊。哦，这样子你姐就不会怀疑我了，对不对？秋山，哦，经理啊，我真希望这个噩梦赶快过去啊，要不然我这个单身贵族王老五名誉。整个毁掉了！干嘛嘛？为掌门两肋插刀是不是？忍耐着一点啊！慧慧，念南，现在你们要假装是一家人呢、啊。那这个吴叔叔就是你爸爸，知不知道？啊！快，你们上楼，快，你们像一家人，不要从那楼梯拐角再下来哈！你们要笑，要快乐一点，知道吗？要笑哈！好了，可以下来了，出来，高兴一点，亲热，你要像一家人，好。虽然有这个相片哈，我也是不相信的。这个相片看起来哈，你确实敢那一家伙啊，同款。对。啊，正义啊。你偷情的时阵，敢有听到因在讲啥？哎呦，姐啊，你莫那拜托的，我还搁要偷情，还搁要注意因讲啥？啊，万一只有伊也是发现面啦。那台生今天为什么要摆脱我们的跟踪呢？其中一定有问题嘛。正义啊。啊，恁姐夫都讲哦。要喊秋山去打高尔夫球啦！啊，秋山就跟人斗阵啦！啊，他们两个怎么去打高尔夫球啊？啊？哦，对了，秋山已经上映前期跟人好去登记了哦，再去球场找指挥啦。这是我咧球场偷拍到的。还够有哦。哎，我死都唔相信两个正去打球啦！哎呀，宝玉姐。证据是会说话的啦，这款相片哦，可以让证明讲，只有伊真正无欺骗姐啊，这一切拢是恁误会啊 ，OK？ 姐，你不是讲过真好命吗？阿弟来，谢谢，拜拜。天气不错啊，哎，小丸子，待会儿爸爸带你去动物园玩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去打高尔夫球了。啊。
啊、哦，不去了。我跟秋山说啊，今日星期天，我是属于家庭的，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要找我。哦，真好真好，我嘛真久唔捌去动物园的佚佗啊。哎，来，我来请几个师啊。阿爸，你爸要去啊？哎哎哎，好，讲好讲好。就多准备点喝的、吃的，什么三明治什么的，好吧？妈妈，我穿什么衣服啊？处理问题，我马上处理一下。爸，干嘛？要去动物园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小孩子，很抱歉。爸爸那个公司那个专柜在百公司啊出点问题，这个我们家那专柜小姐见了百公司总经理吵架，爸再不去处理的话，那不得了，她要封我们的专柜，你知道吗？动物园这骂别人去。哎，叔妹，你今天带小孩你去啊。好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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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他刚刚接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里那个女的哭哭啼啼的，他把电话挂了以后哦，就跟我说什么百货公司专柜出了问题了，然后匆匆忙忙就走了啦。嗯，那好像多好的啦，一点都不知道在变什么嘛，压力不能回去找他了，赶紧啦。李小姐，我马上把你们专柜封掉。哎，韩总，我来了，发生什么事？张经理，我怎么到现在才来呢？我今天晚上就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气死人了！你们公司服务小姐的态度太坏了。是啊，就是她了，得罪了客人，我劝告她，她居然背着骂我老古董，你像话吗？你说，这还好是被我听见了，要不然以她这种恶劣态度再服务下去，我们公司名誉就完了。是是是，我一定要把你们专柜封掉。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你想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？不要说了，你先回公司去，我要处理。韩总经理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对不起。可不可以看到我们多年的交情上，暂时不要封我们的队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次我可以不计较。可是下次要有类似情形发生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封你们专柜了。是，谢谢谢谢，韩总，非常感谢。你放心，回去呢我一定好好教训他，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叔妹，啊，竟然有这款代志呢，伊无骗咱呐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们不是要带小丸子去动物园吗？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来跟踪我的吧？啊？淑美，你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老是不肯相信我呢？哎，虽然说哈，你没有骗淑美，这并不代表说哈，你还要不找我啊？宝玉，我请你不要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你没有是煽风点火，让淑美怀疑我，以后我们家不欢迎你这种朋友。好了啦，你不要再骂他了啦，是我不好了，我不应该误会你，我跟你说对不起，可以了吧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赶紧回家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啊。
你讲啊，这摆是算咱衰啦，无聊代志爱证据，但是哦，纸包不住火啦。代志我讲遐白沙话哦，早晚拢要咱甲吐破啦。宝玉啊，我已经有够忝啊啦，一家伙仔拢爱我照顾，我哪有时间安尼，逐天对台生对条条啦？哎呦，苏梅啊，不是讲我家婆吼爱管闲啊事啦，啊我有经验啊，我知影伊管的放放屎是偌痛苦。所以我唔才希望讲吼，你唔通甲我同款，无论什么代志都要有证据啊！安尼唔才当更开始当回头。万一你若敢回头吼，你冇有外遇的证据啊，对不？啊，若要拍官司吼，你唔才袂甲我同款，最后什么拢无啦。好啊啦，我知影你拢是为我好，咱莫讲遮个啦，好不好？清醒，不得不甘心，你的爱空空无凭，我越认真越要。但是我外口还有查某，你伫遐想着办法对付伊。叫伊小弟，安尼敢发生的代志，老实甲咱讲。哦。哎、欸，姐，你另外房间怎啊？你家己看卖。自己发现的，对不起、啊。台生啊，啊，你来看这相片，到底是安怎？怪罪的清楚。这相片是……张台生，我看你坦白承认，从实招来吧。我只希望你说实话。照片里那个男孩是不是你儿子？没错，他的确是我儿子。啊？那你来做这款糊涂的代志啦？小妹啊，自从跟你结婚了后，一心一意想讲要做一个贤妻良母，也连你忍心要来放杀伊，为报伊，感觉你才是心肝黑凉，要来破坏这个家庭心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做对不起苏美的事情啊，我也不想破坏我们的家庭。这个事情根本是在我跟苏美结婚以前就发生了。那个时候我跟一个叫陈桂英的女孩谈恋爱，就是照片中那个女孩的姐姐。后来我们吵架分手了，我就跟苏美结婚了。我根本不知道她怀孕生小孩的事情，一直到前阵子她不幸碰到车祸去世，临死的时候跟她妹妹说一定要让我们父子相认，让我跟我生活一个礼拜，因为他妹妹马上就要带我儿子移民到加拿大。老爸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在他们出现以前，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个儿子这么大。哎呦，啊你这句话是在骗谁？我点去啦！哎呦，皇上啊，啊但是他明明在讲白贼的啊！啊你点去啦？有白贼无白贼，我自然会知影啦，免你给报啦，回去。啊，等你去啊！哎呦，我好心了如金呐！哎，
对吗？啊，这个囡仔怎么贵的？怎么咋会啊？你是说，这个孩子现在十岁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年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同时跟他在一起。苏美，对不起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抱歉。可是我给你保证，我跟你结婚之后，我真的没有做出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怎么回事？你脚踏两条船，你欺人太甚，你搞我吧你！哎呦，慢心机呀！我不好多啉酒，这个代志。小米，淑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要碰我！我不要跟一个骗子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。你走，你现在就给我离开这个家。淑美，这为什么呢？这根本是我们已经结婚以前发生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可以原谅我呢？张来生。欺骗了两个女人呢，而且对方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居然让你的儿子过了十年没有爸爸的日子，你竟然对一个爱你至深的女人十年来不闻不问，你说你是不是可恶？我怎么问？我就娶了你，我怎么管别人女人事情？再有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啊！我刚说的只是你可恶的一面，看一个更令人痛心的是，我跟你恋爱一年多才结的婚。你居然瞒着我，同时跟另一个女人谈恋爱上床，你说如果换成你是我，你会原谅这种龌龊的事吗？家的街头，那个窗口曾经有你为我等候，温暖的光人依旧，现在换了谁与你厮守？你知否楼下的我站在雨中全湿透，到如今不能不清醒，我不得不狠心，只因爱变成酷刑。你的感情从不公平，我却如履薄冰。到如今不能不清醒，我不得不甘心，你的爱空口无凭。我越认真越要反省，为什么我用情你却无心。啊，到如今不能不清醒，我不得不狠心，只因爱变成酷刑。你的感情从不公平，我却如履薄冰。到如今不能不清醒，我不得不甘心，你的爱空空。越认真越要反省，为什么？